老大，看好吧，以后那些坏东西会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嗨，老大，事不宜迟，咱们来开始工作吧。呜，呀，跪地求饶吧。到了这一步，我都有点可怜那些坏东西了。你不觉得我也是需要休息的吗？别急呀，时间还早着呢。来点爆炸性的开场吧。真不走运。你在做什么？啊，我想我有点了解你了。看到了吧，我早说过我不是好惹的。切，少来这套。哇，哼，老大，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没有我做不到的。